一边是休闲写意的绿荫环境，一边是生活便利就近在咫尺，要你二选一，你会怎么选？三二一，你可以两个都要。马上带你去看由 IGM Land 和 Amona 联手打造，占地58英亩的综合城镇发展项目，坐落在雪隆崭新的黄金三角区。博翠林 Bandai Central Park 是首个森林城市发展计划，包含未来规划如住宅、商业、办公楼、保健、中央公园和酒店，是极具潜质和价值的综合发展项目。Bandai Central Park 与 Taman Rimba Bukit Kerinci 相邻，是吉隆坡独一无二的森林城市城市规划，生活需求与自然共存。如果你也喜欢户外活动，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可以前往 Bukit Gasing 或 Bukit Kerinci 迎接挑战，享受爬山的乐趣，感受新鲜的空气和登顶的喜悦。 Bandai Central Park 位于城市新枢纽，拥有便利的交通网络，与 Federal Highway、 LDP、 Real Putra Jaya Expressway、MR2、 Jalan Kerinci 及 Jalan Templer 等主线道路相连，周边繁华的商区和社交场所能够满足你的购物和社交需求。无论是探索吉隆坡、Bangsa、苏棒、PJ 还是 Mid Valley 都十分方便。随着未来 MRT3 环线的开通，这一地区的交通便捷性将进一步提升，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。Bandai Central Park 第三期的住宅发展项目 Riana Trees Residences 现在已经公开发售，占地3.36英亩。这个低密度公寓共有336个单位，提供900和955平方尺两种户型，户型包含3房2厕，并附有2个停车位，满足你对舒适生活的追求。你不仅能够享受完善的设施，还有1.81英亩的休闲公园、绿化园林、泳池、健身房、烧烤区等应有尽有。即使待在公寓里，你也能够过上充实愉快的一天。Riana Trees Residences 的每间单位备有阳台，卧室设有屏幕窗口，改善室内空气流通。自然采光的设计让阳光的温暖填满空间，让住户可以在家中享受繁忙都市生活中的片刻宁静。荣获 Green RE 黄金评级住宅，具备3大特点，包括整体健康指数、水与电能源高效利用及持续性绿色建筑发展。Riana Tree Residence 坐落在吉隆坡城市心脏地带，交通四通发达，毗邻富裕社区，是一个安全宜居的低密度公寓，绝对能够提供尊贵和舒适的生活。单位售价仅从613,000令吉起，提早预购还有早鸟优惠哦，赶紧前往参观示范单位。欲了解更多，欢迎亲临 Bandai Central Park 销售厅或浏览官网 www.bandaicentralpark.com/RianaTreeResidences 或拨打热线